前段时间我老妈晒了那个干萝卜，今天我就要腌这个干萝卜。先要用这个热水泡一下，不然太干了。这个是剁辣椒，放一点米酒，撒一点盐，这个就是干的酸萝卜了。我们比较喜欢吃酸的，所以做成酸的，也可以直接用干萝卜炒肉，也挺好吃的。